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Old Man， 今天来玩这一款 Happy Room 哦，啊，叫做快乐房间哦。那这款游戏呢，其实应该出好一段时间了哦。然后有很多观众曾经也提及过，说老头你可以玩这款游戏，然后于是老头有买下来，但是一直都把它忘了。最近在翻 Steam 的时候，发现哎，我怎么有这个东西？于是想说啊，算了，上来拍一下好了。啊，就好像是一个做实验的游戏吧，就是把你把人带在里面，然后做一些伤害测试，然后呢，好像可以干嘛之类的，我也不是很了解啊。总而言之呢，就是来玩玩看吧。哎呦，这是你第一个测试，哇，这是长这样子哦。放一个地雷，75块钱，这里开始测试，然后跳成就出来嘞，好哦。哎，啊，这个挡住了，啊，哎，开始测试在哪个？这个，好好哦哦，爆了这样子，嘿，哎，细牙呢？现在可以停止测试了。检查伤害表，这边这个一个小人的图案是伤害表，是不是？哦，上一次造成的伤害是96，所以说还好，它各个部位都会有伤害的承受度啊。原来如此，造成更多的伤害来解锁新武器，完成就可以获得更多的钱，更多的伤害是不是？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有什么可以造成伤害的，看一下，哇，原来可以这样子玩啊，七块麦，呜呼，呜呼，呜，停了，好，有点可惜，应该放的更密集一点才行，大概是这个样子吧。我们现在的设备非常的少哦，所以说呢，要玩出什么花样其实有点难就是了。哦哦哦，看来这个也不行。这什么5、4、6、7哦，这边就是有成就的概念啦，啊。哇，这个好像也是给比较多的，这多少钱？看不太懂。把三个地雷排成直线并引爆，我们来试试看这个成就。原来这上面有成就清单哦，有了吗？试试看。咚！哇！哎呦呦呦！哎呦哎呦呦呦呦呦！行，行哦，这个有点屌哦！我赚到钱了，我赚到钱了！获得新武器铁叉，结束了。铁叉在哪里？咱们的铁叉在哪？我们看一下伤害表。上一个伤害造成355，铁叉在哪里？哦，找到了。这个怎么用啊？放在这上面吗？可以哦。一次要170，没有钱，看一次。哦，一次炸了三个，有这一波赚很多。呜呼，呜呼，呜呼，哈哈哈哈 ！Oh yeah， oh yeah， 哇，无限轮回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赚多少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哎，也太少了吧？上面这个一是一毛钱，是不是？可以升级武器，哪里？哦，居然可以升级耶！哦，原来一点是拿来升这个的啦。你可以把地雷放在天花板的哦，我还不给你放爆吗？升级也可以放天花板就对了啦。哦，可以放这里啦，是墙壁上不是天花板，天花板是下一集啊，下一集才可以做的事情啊。给它弹起来，来再试一次，呼呼，哇，感觉痛，咚喵，我咚喵，有，就是这样，哎，就是这样，非常好，哇，哇，这个姿势 battle 感觉帅气，这样子，好像没赚到多少钱欸，我们是时候可以放上我们的奴了哈，一个200块啊，放这边好了。哇，没有钱，这个拉下来，这样我们就有钱了。欸，不能转向啊，哦？为什么他的奴应该什么按钮可以让他转向啊？不然这样子感觉没办法对称欸，有点母汤欸。
还是说我放这里，它有办法瞄准，这样自动瞄准，试试看。叮叮嘟嘟，叮叮嘟嘟，哎哦，它会自动瞄准啊，那还好还好，这样子应该可以很快速的制造1000点的伤害啊，可以可以可以，累积8根箭矢射中一个假人，原来我这是假人啊，我这个看起来是真人吧？都喷血喷成这个样子了，你还是假人？我在想，我们要不要试试看别的方式啊？因为我想要先达成这个随意开火8根，然后点一下技能，所以说我们这个可能稍微要调整一下。好，例如说在这个地方，然后这个目前只能放天花板，真有点哭啊。好，试试看。哇，歪掉，这个不行。我就不相信这样子没有八根。都射这么多了，有没有哦？六个。哦，有七，最后一根，加油！完了，没了。怎么还差这么一点啊？当一个假人被钉在铁上时，被12支箭弩，获得新电锯哦。好哦，12支箭弩哦，它锯齿的伤害造成300点。可以，好，没关系。既然如此，我们看一下他这个所谓的锯子是要放哪里的。我没有钱。为了让我们更容易获得这个点数哦，来，近一点，近一点，试试看。哦，这个可以。哦呦。哎呦！有了，大成功！直接换一个，传送一个假人。这个我目前没有，没有这个东西啊，没有这个功能啊。没关系，等他跑完。严格来讲，算是完成了一项。哦，这个是可以放在天花板。哦，放在墙上还有天花板。他说还有天花板，可是我刚不能放啊，算了，不管了。这个伤害提高 50%， 这个是什么？ 33% 安装在地上或者是墙壁上，炸药增加，额外 50% 的弹药。我不懂他这额外 50% 的弹药的意思是什么？反正什么？当用完的时候会自爆。哦，用完的时候会自爆。选一下，感觉效果会比之前还要好很多。那么现在195块嘛，然后。蜘蛛200多块，没有钱。电锯这样放看看好了，对吧？它这个锯了哦，原来可以这样调啊，行，试试看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啊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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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好玩嘞。这样的话，伤害应该可以很久，就是它落下的那一瞬间。然后一直狂钻他这样子，试看。Skimoji， 哈哈，他有耐久度，有了，赚190了，好爽哦！就这样停住了，好哦，可以，至少我们就赚了钱。有吧？300点伤害呢？还是说刚没有到吗？刚不是到了？还是刚好耐久没了？有啊，明就有啊，对啊，停了啊，哎呀、啊，为什么刚刚没有算数？不懂。用机枪造成伤害800，我没有机枪。当一个假人被钉在墙上时，被12支弩箭射中，这个更难了，我觉得这有点难。蜘蛛造成的伤害900点。蜘蛛造成的伤害900点，蜘蛛不是要280吗？我们那么多钱，这个可以不要了，暂时改蜘蛛。看一下啊、哦，这样子有没有办法？然后这样子试试看。摇，我靠，这样也行啊！咬完就没了、哦，那这样子，那可能稍微要改一下哦，试试看。
呜呜呜呜呜呜！哈哈哈哈哈！是在虐待啊！看还不够，我觉得这样还不够，大概可以猜出要怎么玩的，行不行？哦，被四只蜘蛛咬的感觉哦，好爽好爽哦 ，Kimoji， 有办法到900啊？哎、欸，感觉不太行，哎、欸，可以，哇，我居然成功了，赚了190，用掉四把锯子，那有什么问题啊？下来吧，呜呜呜，送啊就送哎、欸，哈哈哈，这是一种另类的爽快，是不是？另类松快，但不太行哦，觉得有点稍微过不去哦，这个可能要再啊，大概知道怎么解的。这边可以做宽一点嘛，让整个身体稍微流动一下。再一次，哦哦哦哦哦，跳慢八舞是不是？哦，跳探狗，哇，另外一边没有用完，这个、稍微要瞧一下了，哎，瞧好瞧满。哦哦哦哦哦，把它配音。哎哎哎啊，怎么溜下来了？怎么会这样子呢？不够紧密吗？我觉得我已经很紧密了呢。再一次，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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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这样子你再不爆，我也没办法了。哦，那感觉超爽的，有没有？有了，190又入手了，他妈的超爽，行不行呢？不晓得。搭配这咱们蜘蛛的这个粘着性，我觉得有可能试试看。哦哦，有。哇，掉下来了！说好的黏住呢？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攸关这个弩箭数量的关系哈。这个可以换掉了。我们的弩箭呢，再多加跟几支啊，我相信是会非常好的。来，黏！哦，哦，哦，有了！哈哈哈，这样也行哦。看我死超惨的，我天哪、啊！要死我！哇，好吧，我觉得今天超线到这里，我个人觉得这菜也是蛮好玩的这游戏。好啦，那么今天超线到这里结束啦。如果你们对这快乐房间有什么意见，可以在这影片下方留言。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或者是去我的 NoNo Life 按个追随，或者是去我的 IG 按个追踪。感谢各位收看，我们下一集有机会快乐房间再见面了，拜拜。